的是为了要回家。我的家人，他们在哪？当时公司打给我说，哎，《海底总动员》第二集要找你配音，哎，我说配什么角色？他说第二集多了一只主角，你要配吗？我说要，当然要。哦，帮我，快帮我！如果是我女儿第一次来配音的时候，要先试音嘛。我想念他们，多莉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。万一忘了你们呢？然后当时在那个里面听的时候就。我想我以后每看这部电影都会哭一次，就是我们母女四人的声音竟然出现在同一部大卖座的电影里面，这是最值得纪念的一个纪念。我的家人，我记得我的家人，他们就在外头，我得去找他们。多莉是一只讲话非常非常快的鱼，记性不好，但我会数数。她也有健忘症，但是蓝色也许带点黄，不过游得很漂亮，真的。谢谢你，不用客气。妈咪，我来。不会吧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光给小孩看的电影，大人你们一定要来看。最重要的是女主角是多莉，而是我配的音。多莉，多莉，多莉。